好，各位观众，距离开票呢，大概已经过去半个钟头了。那么目前呢，我们所在位置就是在台北市民进党市北区立委候选人王世坚的竞选总部。刚刚呢，现在时间大概是4点半左右，已经有不少媒体的在这边等候，因为呢，王世坚大概在6点或7点的时候呢，就会来到竞选总部来这边来一起开票。那么看到呢，目前竞选总部呢也已经是蓄势待发，他们已经呢布好了所有的椅子，就是为了要给这些支持者呢一起到这些竞选总部来等待这个开票的过程哦。而不止这个座位区呢。他们甚至还贴心的来准备了这个热的姜茶，就是为了怕越晚越冷的时候呢，这个民支持者呢可以喝姜茶呢来暖暖身子。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目前时间大概是4点半左右哦，目前就有不少的支持者呢来到这个竞选总部，准备要来替王世坚来庆祝他的当选哦。而且呢，我们还发现这边呢还有一位支持者呢是特地从香港过来的，那他也表示呢他非常支持王世坚。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那我想请问一下，你这一次是特别从香港过来要来支持王世坚的吗？对了，拉青岛王先生都支持啊。对了，因为王先生做陈水扁领导的立委啊，台北市议员啊，民政很好啊。我有柯文哲不考的市政都批评他，都说得对啊，很好啊，议员啊，立委啊。很棒，好，谢谢大哥。好，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香港支持呢，他表示他非常的支持王世坚，那他也非常期待这次王世坚呢能够有好的结果。